哎，你看你，一脸的油腻，让人看就不舒服。客户都被你吓跑了，下午的客户再不成交，你就准备回家吃自己吧。是老板。你好，我是中介公司派来的。这次案子是本公司新的物件，带您参观一下，里面请。这次案子你一定会非常喜欢的。这就对啦，脸不油不就成功了？干得好，恭喜你。谢谢老板。